Operina 2 You Operina 2怎么都找不我就要你抱抱要抱抱不许你说我胡闹我要你抱抱要抱抱永远做一个宝宝我就要你抱抱要抱抱不许你大吼大叫我要你抱抱要抱抱我要每天对你好起个名字叫菠萝看看你梦里有没有七彩虹可嗅到朱砂凝液香梅花儿的小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迷了害羞的彷徨仿若轻盈的悠扬到达接通你心门的方向可嗅到朱砂凝液香梅花儿的小身旁金色收到需要赶快回复的信息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像有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远行期待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再想和你深一群 baby 我开始美丽的际遇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都听你因为是找和你前进回忆并肩旅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 One, two, three, go 我想牵着你的手两个人去宇宙没引力左右月光映出你我想牵着你的手逃离整个星球剥落了忧愁快乐就在是今天教你们的就是十一月份的手账封面啦这次的手账是星球主题哦还好会不会有奇迹就算找朋友也没关系为你改变了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不是我保持了真心只是我拿出真心开一瓶这个那个香槟是谁的心啊干嘛哦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永恒的泪凝固那一句话也许可能惩罚是谁的爱啊泪水坚强琴弦呼唤就让我融化每一滴雨水烟花成我翅膀向着我爱的人追吧追吧今天要教你们做的是一个超可爱的惊喜小贺卡叮咚叮咚哦对面那个男孩正缓缓走来让我怎么能够不期待是心动啊糟糕眼神躲不掉我害羞低头逃跑我与你就好像彗星与地球正在相撞在这满天粉色的季节除了樱花和爱情还有心动的你抱抱永远做一个宝宝我就要你抱抱
好了吗？我来给你们更新旋转贺卡的教程咯，每一页都有小惊喜哦。展开后可以得到一个五角星的形状。首先我们先准备三张不同大小的卡纸，在上面画上小装饰，用剪刀把中间掏空，把卡纸按照顺序进行对折粘贴。接下来的这四页我们就是重复刚刚的操作啦，把每一页按照顺序依次粘贴起来。最后我们粘贴一个小信封就完成啦。Operina 2, you're Operina 2, 怎么都不